婚姻观客家文化促进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有十年了。今日举办成果展，理事长廖先生特别介绍因的屏幕板，无论是造型色彩，除了真特别以外，当时每件作品也拢是独一无二。哎，您赵安克屏幕板做的这个包包哈，这品质是非常好，然后哎不输日本的品质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，任何一个拼布包都是独一无二的。除了拼布班的作品真精彩以外，学生囡仔去演讲，嘛会当看到这样科技的成果和未来。真派味，三群在王太太舞台叫娘车。富林县客家文化促进协会去年有三大目标，除了拼布班继续推动台湾客语乡土语言以外，也阁邀请廖昭良下乡巡回演出客语布袋戏。客家的布袋戏，廖昭良大师呢，在过去这几年来，已经在各社区巡回演出已经超过十场。那么在这做一个展示吼，要向咱全县、全民、全国国民来报告呢，这个布袋戏吼，除了咱的闽南语的布袋戏以外吼，我们还有非常特别的赵安克语的布袋戏。在推动的过程中，看见成果也发现了欠点，因此廖先生希望政府单位会当来当协助，弥补协会不足。咱在做这个拼布班的创业过程中，咱需要的这个机械部分的吼，咱是希望进一步政府会当来给咱补助，嘛，让咱赵安客家妇女吼，他们有一个创业的机会，来做这个幸福的包包。过来呢，你的布袋戏的部分呢，因为即摆要经营一个戏团吼，伊所需要即个经费、甲技术、甲场所，拢足困难的吼。咱应该来帮助咱这台湾客家的布袋戏大师的，来成立即、這个剧团。今日场会馆大会同时也要进行李干事和理事长的改选。廖先生强调，伊有心要替协会做代志，无论是毋是连任，伊拢会继续努力。记者李明安，彰报道。